前呢，我们邀请到新竹工程师的四位球星，要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比赛哦。那平常呢，看到他们都是在比赛这个投篮的这个准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到棒球场，当然就要比这个投球的速度哦。所以我们要来邀请四位球星来到场中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欢迎王子刚，掌声欢迎，欢迎子刚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李佳瑞，紧接着我们要欢迎田汉，最后呢我们要欢迎高国豪，尖叫声。King of Africa。好，首先呢我们来访问一下子刚。好，子刚呢是第一次穿上球衣来参与我们的活动，对不对？来分享一下今天心情如何？今天心情很兴奋，很开心。因为平常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职棒比赛，第一次拿来到现场，就很兴奋，也很震撼。很震撼。好，希望等一下呢，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为所有的这个龙将来加油，跟着我们冲朋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佳瑞。佳瑞好像平常都有在看棒球，对不对？都有在关注职棒。那今天等一下我们要比这个比赛，对自己有信心吗？没有。没有？现场的球迷帮他加油一下，一定可以啦！感觉这个佳瑞的身高应该可以投出很好的成绩哦。希望可以就是打投出比刚练习更好的。有预期大概多少吗？其实没有，因为毕竟这专业不一样，然后也自己也不知道那个速度大概是。谦虚了，谦虚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期待一下你的成绩，你的表现。Yeah.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田浩好了。田浩，你是第一次来到棒球场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棒球场来进行活动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情。就是也是很开心，然后也很兴，就是心情很兴奋，然后就是第一次来体会就是棒球场的。对，今天有很多的球迷粉丝来到现场，对不对？很热情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就跟着大家一起来享受我们球场的气氛了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来问一下国豪好了。国豪今天好像赛程有很多的心情想跟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因为自己啊，他有跟我分享那个自己平常小时候对棒球有一点涉猎。对啊，我想说，今天有机会的话，我想当成外野手。外野手，中外野吗？还是右外、左外？三个都可以啊。三个都可以。对。好，来问一下我们的总教练。好，那等一下对你自己的这个成绩有把握吗？如果觉得大概球速，球速试试看可不可以到160。160，哎呦，哎呦，农民朋友尖叫声160哦。外面的救护车帮我叫一下。好，那我们马上来进行今天的比赛了。好，那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准备一下。好，第一位呢，我们来请子刚。好，我们请我们子刚来站上投手丘。好，子刚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场球迷一起倒数好不好？好，现场请倒数哦，3、2、1，请投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球数76，掌声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欢迎佳瑞，请佳瑞上到我们的投手丘。刚很谦虚的佳瑞，我们来看看他的成绩哦。好，现场请倒数3、2、1哦，3、2、1，请投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成绩，87，目前第二名，目前第二名，第二名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田浩成绩。好，我们请田浩站上投手丘。好，倒数3、2、1。请投出。哦，有在吹哦，有在吹哦。哇，目前第三名103。好，最后要邀请到的就是高国豪，刚刚说要160，尖叫声，尖叫声。好，我们一起倒数3、2、1哦。国豪准备好了吗？我也蛮紧张的。
我怕等一下真的160。好，加油！现场倒数，3、2、1，请投出。哇，100！好的，我们今天的诉求王，恭喜我们的天鹤，来邀请我们的瑞迪还有威蒂来颁发我们的诉求王冠军。我们先来拍一张合影，恭喜天浩。我们看到前方的媒体朋友，好的，我们再邀请其他三位球星来一起加入我们合影行列。高国豪还有嘉瑞跟王子刚一起加入合影行列。我看到前方媒体朋友，正前方，好，右手边，好的，谢谢我们四位工程师的球星，谢谢，也谢谢瑞迪，谢谢。